OK， 总结一下，你要放在什么？就是前面这边就是你要路有点深啊，就过来了啊。OK， 然后里面水这边应该到腰部吧，好，然后在我后面这边，这边就是黑白岩壁，然后这边水是温的，就这边泡，就这边可以泡吧。我们用淋浴方式，它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近距离啊，近距离看一下。然后后续就是不太建议了，因为今天水很大，所以大概来到这边的状况是这样。OK， 希望大家走出户外啊，走出户外，还有这样。